不错。三，加油加油。37。好，这边啊，张一志，37个。36。加油加油。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。37。好，两名同志37个。下一名准备，来上器械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。加油！5。经过这2天的训练，可能也有一点疲惫，跟各大单位的高手，包括侦察连的在一起，心里也是紧张。包括我们个人的素质跟他们比，会差距很大，就很担心我们这边被淘汰回去。但是我们从来到现在，我们这个目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坚持住，你的对手还没有下杠。坚持住，他没下杠。37。胡金虎37个。8。曾一昭35个。这里酸吗？这里酸。好，下一名参赛选手准备上杠。来，准备啊！秒杀他，秒杀他，上杠！开始。21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不要下来啊！加油！没过杠，这个不算啊！耗死了！开始跟他耗，跳，没下杠，没下杠，吊起来，吊起来，脚别着地啊！这边要掉了，石头要掉了！他们没死，没事啊！加油！手机边36个。手臂都这样，就凭这个身高多10个，办到！来，准备上气！1、2、3，标准啊！14，加速了！3、2、1，过杠啊！过杠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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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4、1，好，正面完成了小目标，快送你们一个，快点！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刚刚拉完，好，互相放松放松，好吧，把胳膊先放松一下，好。痛啊，阿斌，你这么痛、啊。哎，互相捏捏，甩甩。张医师，刀。好，把人带到草场，好，跑几圈。好，两路向前对阵，右转弯，泡泡冲。三名军士顾不上休息，特意请来了侦察连的张爱志班长，开启了小灶。冲刺，快点！哎，手臂摆开。好，停，调整1分钟。抖抖腿啊，这个时候腿是比较酸的。太酸了。